啊，其实要四个步骤。第一个，把资料四个储存格啊，四个 text box 的东西丢到 A、B、C， 然后 E、F、G 呢，就是自动丢公式，丢到这个字串里面，它会自动帮你放到储存格里面并执行。OK， 那关键的地方就是说，如果里面有列号哦，把它改成 R。OK， 好、哦，然后还有就是，如果里面有双引号，要变成两个。其他大体上都差不多，做完之后啊，再来的话，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看到我们要的大概结果。只是说里面可能有一些地方细节部分，比如像这边哈、哦，如果字型它预设好像里面全部都是什么微软正黑体，那我干脆你就全部把它什么整个先预设调成微软正黑体算了。另外的话好像全部都字中，所以我们干脆把这个整个范围全部把它改字中算了。对嘛，全部改字中啊，这样输入就字中了。但是如果说你将来哈、哦，你希望能够透过程式去撰写的话啦，其实云端上我有放啊，程式也不并不复杂啊。如果你要把那个程式就是，字的颜色什么，就是你做一个就改一个，做一个你就是 range A 的 HR and R， 就是到那个最那个范围哈、哦，它的 font name 等于微软正黑体就可以，这个就是手动。自动哈、啊，另外的话呢哈，对齐方式就是 horizontal 就水平嘛 ，alignment 就对齐方式，等于 x l center， 这就自中了哈、啊，这个是用程式写啊，当然两可啦，我想这应该也不是很复杂的东西啊，所以你大概不然就自己先把它设定好，这样就一劳永逸了，反正也没几个地方哈。啊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最后其实框线也可以再帮它画上去啊，不过这个可能再加一下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就是还要再做什么呢？因为我输入完之后嘛，那应该怎么样？清空里面资料，所以我再输一个，应该是 BBB 好了，然后输入资料 ，Enter， 随便输入，然后按新增之后的话，应该怎么样？它要输入完之后啊，自动帮我把这个范围的资料清空，然后游标放回到这里。那怎么清空资料？其实非常简单。如果你要清空资料的话，这个东西里面呢，就是丢没有东西。那没有东西怎么写啊？其实基本上呢，程式就是跟他讲说啊、哦，我的 test box 一里面的资料怎么样？等于什么呢？等于没有，那就是清除的意思。OK， 这样子就是清除。那一样的方法哈，就是，第一、第二，好，然后再来就是第三到第，所以总共会有我们有一二三四嘛，所以就是这边改一下，这应该就复制贴上就可以完成了。三、四，那最后游标放在 test bar 的一，那怎么放呢？其实非常简单 ，test bar 的一怎么样？这个它里面有个方法，把游标放上去啊，叫做 set 就是设定。游标放上去就 focus， 所以这 set focus 就 OK 了，所以这样子的话呢，游标就自动帮我放上去了。OK， 那我们来试一下，基本上、哦、如果有没有清除，就这样子，把空的资料放到里面，它就没有东西。然后最后游标放上去，好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做完我们要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要的结果。所以再来的话，我就输入一个 CCC， 反正 Enter 它跳下一个。不过 Enter 啊，这个地方它还在跳这里，你还在按，好像还可以更好了，按新增。那我们应该怎么样？就是把资料新增到这边嘛，哈，然后这四个清空，游标放回去了。OK， 好，这样的应该没问题了。不过最后啦，哈，这个框线可能你也可以试着怎么样，再把它画过来。怎么样画？那你就加一个 range。让它向下追踪，让它重新画，有没有？这样也可以了。不过这个可能请各位自行再把它完成、哦、好，那请各位试一下、哦、最后做完大概就四个步骤啊。这个最后完成的程式云端上也有。如果你怕有些细节不太清楚的话，这边就刚刚这一段、哦、OK， 你复制贴过去一些也 OK。那除了用丢公式的方法之外，底下我还有用 VBA 的方法，就是你算完之后再丢回去也可以。这个是算完之后再丢回去，啊，这个是呼叫我们之前的自定函数丢回去也可以，两个方法啊，给各位参考哈、哦。啊，再来的话就是设定字的字型的名称跟对齐方式 ，OK。
待会的话呢，我们做完了，不过理论上应该这样已经可以用了，但是哈，还会有一些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第一个，如果他什么都没输入，按新增会怎么样？错误，所以要防呆。什么叫防呆？就是防止人家做不应该做的动作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说，如果他有输入了，可是他输入的东西怎么样？不正确，比如说他可能应该输入什么？输入那个分数，结果他给你输入什么 AABB、CC 这样子，那这样不对啊，我要的是数字，结果你给我来一个非数字，那我应该怎么样给你挡掉嘛，应该把你删掉，然后叫你要重新输入，否则的话不正确。还有呢，第三个可能成绩应该0到100分，他结果他给你输入120分，那也不对啊，所以你要把这些可能发生的错误都挡下来，哇，那你这样子以后输入资料就完全正确了，你就不用再为一些可能发生的错误去解决那个事后的问题，因为事后要解决更麻烦，你为了事前就挡下来就没事了。 OK 啦，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哈，就是我们刚刚的部分哈，就是把那个加上第三跟第四，就清除那个 Test Bus 一到4里面的那个资料哈，还有游标放回去哈 ，OK。那待会的话呢，我们再来看如何防呆哦。如果防呆这些资料建好的话，哇，那其实基本上这个就是蛮好用的一个输入的哈，这个一个等于是窗口了。那将来哈，跟各位讲，真的一劳永逸了。以后的话，人家怎么输入啊都不会错。OK， 试一下哈。